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总是不停忙碌。我想来去自如，我想悠闲满足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总是比较辛苦。什么也带不走，我不必苦笑。保留一份执着到永久，什么也带不走，我不必苦相求，忘却那本本源，保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风尘路，至今千般苦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总是不停忙碌。多想来去自如，多想悠闲忙碌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总是比较辛苦。什么也带不走，相求，万里难分明理，保留一份执着到永久。什么也带不走，不必苦相求，忘却那本本源，保留一份纯真。这回呀，您侄子可能是真服了。哼，他呀，哎，他才不会呢，他不是人，他是个畜生。哎，他是个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吗？有好几个人告诉我，叫我出来，他们说呀，他们不计前仇。不行啊，让二愣他们出去试试，看他有什么招数。对，徐大爷，您说呢？二姐，哎，你们来了。二姐啊，事情全打听清楚了。是吗？这个秦老太太去灵隐寺吃斋吃了一个月，今天回来，点着名的想吃徐大爷的包子。啊，秦志邦呢，限徐老五今天晚上必须拿出来。他呀，他不服，不请徐大爷出来，他往哪儿弄狗不理包子去？对呀，那感情好啊。徐大爷，哎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您就应该出来啊，当然不让他做了。叫他做别的去吧，哼，我不做。大爷，做吧，怎么也是给咱狗不理包子争面子呀。太对了。嗯、对呀。您就坐吧。对，您坐。徐大爷，不，哎，大爷，嗯，您就去吧。这回啊，我还给您搭下手。嗯，搭下手啊，也轮不到你，得先轮到魏二姐。我不去。哎，徐大爷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哎，大爷啊，啊，您啊，别着急，我呢有个主意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哎呦，您在这儿吃呢？马上就得，五爷，五爷，您来找我？嗯，狗不理包子铺那边发现什么了？没有啊。
我一直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猫着呢。哎，这连个人影都没有啊。没有啊？不可能啊，这老梆子他能上哪儿去呢？就是呢，我自己找他去。哎哎哎哎哎哎！五爷，您可不能去呀、啊！怎么了？哎，这个时候越是露面越坏。哼！我说您这个伯伯，这老家伙，他要是听到消息，肯定来。就是他不来，也得让别人来。哎，对，我还得给您守着去，可别耽误了。嗯，哎哎哎！老爷，这回有钱了，你所要做啥吧？正好吧，来喝点酒吧。玩玩呗。哟，喝点，来来喝一碗，来来。来来，哎，这回来完了。您请，您请。哎，先生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哥，哎，哎呦，哈哈，哎呀，我爷，哎，哎呦，好，哎呦，你们东门卖房，往前面走，往右一拐到了。先生，您好，您看看这货。徐大爷，哎，这东西啊，我给您拿来了。哦，闺女，你来的好快呀！老梆子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来的？这还得谢谢你给我们带的路啊！要不然这七拐八拐的。我们还真费点鞋底子呢啊！你们要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干。还是那句话，请你到我们徐记饭庄子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我现在的字号叫狗不理。那老徐记的手艺可是咱们共同的呀。就是，祖宗上的家谱有记载呀，传大。不传小，传男不传女，传善不传恶。我怎么了？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明白。嘿，老梆子，我不跟你啰嗦，说吧，老徐记的手艺你到底是传还是不传？哼哼，好好好好好，哼，好，算你有种。来人呐，滚砸！好，别砸，别砸！你们别砸，别砸！别，住手！你给我听着，这是我的家。你们徐家人吵架，为什么要砸我们魏家的东西？那还不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啊！我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在街上说的好好的，不计前嫌吗？现在怎么又跑到我们家里来，又要找到徐大爷，又要砸我们东西，你凭什么？好，好，像你这漂亮的人儿，这说话也漂亮，啊！今儿个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砸了。但属于我们老徐家的东西，我可得拿走，这你管不着。不许拿！
统统给我搬走。搬，你们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啊？凭什么？老棒子，别不识抬举啊，拿走你这盆馅儿和面儿那算是客气了，要不然要你的狗命。我这堆这块的你们瞧着办吧。你给我，给我。哇，你今儿倒耍起来了哈。今儿五爷我没功夫，有功夫我好好跟你算账。不能打，走走走，不能打，你们给我，不能打。走走，你们给我回来。不能。啊，您慢点，慢点啊。闺女啊，多亏了你啊，要不这次咱们又找他们暗算了不可。他们走远了，姐，他们走远了。真的，七大爷，再走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快点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前面看，快点，梁哥，七大爷，哎，快。哎，活的活的啊！哎，快点，千万别动！哎呀，别动！好了，来来来，走吧！来，吃点这个，哎，别动啊！别动，看这怎么样？来来，看这个，哎，好，哎，麻辣的都便宜啊！录了，香烟，香烟了，哎，买去，二八来吧！哎，那大姐，您买点吧，走吧，看这个，哎呀，啊，哎，瞧瞧，来来。哎呀，等半天了吧？来了，来，徐大爷，来来，给我吧。把这给我，徐大爷，小心点，好看脚底下。大爷，您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哎，来，拿过来。好嘞。这样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心点啊，添麻烦了。梁哥，回去吧啊。哎，好嘞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儿是秦家大院背后的一个小宅院，秦二爷呀就把家安在这儿了。哦，这里边通着吗？对呀。秦家大院的人会不会？你放心吧，除非二爷愿意过去，否则啊这边和那边从来不来往。来，过来吧。啊，哎，来，快点进来。来，齐大爷。哎，哎，我把门关上。就这个院儿，徐大爷，您慢着点儿。哎，给，徐大爷给您面，好嘞，面盆儿。哎，大爷，这面和的怎么样？啊，这馅儿啊，可真香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可真漂亮，这是我一直想到的地方。哎，愿意来呀、啊、你就过来。从你上渡船那天起呀、啊、秦二爷就说我们俩一个意一个形都是仙，我是水仙，你呢是地上的人味仙，在侯家后啊我们是分不开的了。水仙啊，嗯，在这个地方包包子一定会很好吃的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因为得天地地气嘛。这世上凡是得天地地气的东西啊，一定都是好东西。借二姐吉言呐、啊。哎，这国上哪去了？志芳啊，娘，哎，慢点点啊，娘，挺好。嗯，您快坐。
娘。嗯，挺好。哎，孙女儿呢？啊，已经派人去叫去了。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啊，你想吃的东西已经让人做来了。嗯，你在山上吃了一个月的素，肠子已经饿瘦了吧？今天啊，让你好好开开斋。嗯，瞧，还是我孙女会说话，我随便那么一提，越唠越馋了。瞧你说的，徐掌柜，把老太太喜欢吃的东西送上来吧。哎，这就是老徐记的包子啊。没错，我就是老徐记的人儿，今天啊是特意给您老做的。嗯，哦，这人的模样长得还行，可这包子有点花里胡哨的。行行，下去吧，有生人挨这儿啊，我吃不下饭。好，来，奶奶您吃。嗯，娘您吃这个。哎，嗯，这包子香是香，可怎么不怎么像老徐记的味儿啊？我7岁那晚吃过一回，现在我都70了，还没忘那味儿呢。嗯，这老徐记的包子，原来是香而不腻，油而不腻，轻而不薄，可现在这包子怎么有点油汪汪的？要不我怀疑呢。刚才那人叫什么来着？奶奶，他叫徐老五。徐老五，这不是老徐记的正根儿。瞧您说的，一个月没闻到肉味了，摆在桌上您还挑剔。放肆！有这样和你奶奶说话的吗？没大没小，没规矩，像什么话？怎么了我？还再顶嘴？住嘴！住嘴！都给我把嘴堵上！没规矩。老爷老太太进来。哎，这是秦二爷给您送来的真正的狗不理包子，请您品尝。狗不理是谁呀？据说就是老徐记包子。哦，又一个老徐记。二爷呢？他没进来就走了。他怎么就不知道给老太太问个安呢？这个老二，不是我生的，有这个心儿就行了。把包子端上来，我瞅瞅。是。放这儿。好，我一看这荷叶，一闻这香味儿啊，这馋虫就上来喽。嗯，这不好。味道不错。好。这包子叫什么名儿？狗不理。哦，狗不理好。是老徐记的味儿，又胜过老徐记那味儿，让我想起小的时候。哎呦，那回差点没把我给撑坏了啊。今天啊，您可得悠着点儿啊。我数着呢。哎，怎么又送来这么些呀？你尝尝，你尝尝，尝尝，这个才是正味儿呢。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。这个臭徐掌柜的，怎么不把这个先送来呀？他也真是的。怎么了？奶奶，您多吃点。
这个徐老五啊。芝八，咱说好了，8月16我70岁生日，不吃别的，咱就吃这个了。我再请几个洋人来，让他们也尝尝咱们天津味。侯家后，哎，那叫什么来着？狗不理。哦，对对对，就吃这个狗不理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犯病了？你怎么跟着那个小野鸡的琴弦跑了？你是不是想学唱曲儿啊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是母的妹子。人家跟你说了半天的话，合着你都没听见啊？把你给吵醒了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牡丹妹子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牡丹妹子，牡丹妹子，别，牡丹妹子，牡丹妹子，妹子，我真的有事，我真的有事，我先走了，牡丹妹子，富贵大哥，富贵大哥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你回来呀！你要是学弦，我教你。点着了纸啊，钱呼呼轻烟起，眼泪朝下滴，止不住的委屈，哭了一声娘啊，叫了一声娘啊，我的。好啊，唱得真好啊。我在这儿搅和几天了，今天呢我要回包子铺了。二姐夫要送我，我说不用了，平常呢没空听二姐唱着曲儿，今天呢我特意请她给我唱两段。好，真好，二姐唱得真好听。宋大哥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正好啊，咱们帮徐大爷啊一块搬搬家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先搬那个。拿这个。姐，你快点。知道了。好，徐大爷。二姐，我来吧。不用了，还是给我吧。不用这个。来，这个被子你拿着啊。走，
今天我可听过了瘾喽。是吗？以后你要再想听就叫我啊。哎，好。老爷，大小姐是什么时候开始恶心的？我不知道。她跟徐老五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不知道。她跟徐老五是不是有事儿？我。你要是说清楚，今天我就饶了你。你要是说不清楚，看见了吗？就让他们把你绑起来，扒了你的皮。老爷，我，老爷我。说。我，老爷我。哎，谢直入深山隐云峰哟，老五，哎呀，怎么今天来了 啊？哎呀，这位这是没看出来。这位小姐认识吗？面熟，不认识。秦大小姐。秦老爷的千金没见过吧？平常根本就很少出来，今天特意听魏二姐唱的。那感情好。你告诉那姓魏的，让他好好伺候。他跟狗不理瞎掺和的还没跟他计较，他打算在侯家后站住脚，就让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，要不然我让他滚蛋。哎，老五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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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老五是你叫的？你以为我还是以前徐记包子铺的老五吗？秦老爷站在这跟大家伙说的话你都忘了？有些话还非得让我把窗户纸捅破了？难怪你这唱曲的在这呲牙咧嘴瞎咋呼呢，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东西。五爷，徐五爷。我给徐五爷倒茶去啊。好，五爷您坐着，这还差不多。快坐。好，您坐着。给徐五爷看茶。唱得特别好。哎呀，我知道。魏二姐，你今天可得小心点，那个徐老五他来者不善呐。二姐，你琢磨琢磨，咱还上吗？哎，上呀！那咱不上还行啊。杨哥，嗯，你别紧张，对付这些坏人啊，你越怕越坏事。嗯，是。我看啊，咱们还是上。好，咱们见机行事。怎么样？我知道了，程老板，你去准备吧。二姐。你可小心点啊。山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二姐，天不说你这么个丧门星。哎，我说天津卫这么大，你去哪儿不成啊？怎么偏偏跑到这儿来落脚呢？嗨，你懂不懂点理儿啊你？上啊，有本事你倒是上啊，怎么你也害怕了？白牡丹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明儿天你就别来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个小野种吗？怎么你也害怕了啊？上啊，有本事你倒是上啊。啊，你呀，我看你呀，你是不想在这茶棚待了。你别吃着碗里的，看着碟里的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我说，我这眼光不错的啊，真是不错。怪不得我爹啊，一次啊就在他身上花40块钱捧场呢。秦老爷的眼光好啊。
可要陪我到后面去看看这位魏二姐。行，等她唱完了咱再去。嗯啊。老爷，管家，徐老五干什么去了？听说带人出去了。大小姐去了吗？哎呦，不知道。你速速的把他们都给我招回来啊，越快越好。哎哎哎。今天的听课真热情。是的，真没想到。嗯。哎。我们大小姐想见见你。啊，是吗？不知道大小姐有什么事吗？哟，你这两口啊还真地道。原来我们这位是想来找你麻烦的，现在我改主意了，想把你接我家去，给你吃给你喝，让你教我。不行，我们这一行行有行规，我是从来不到任何人家去唱的，给多少钱我也不会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感谢两位的捧场，但是今天啊我实在太忙了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先走了。是啊，谢谢啊。谢谢啊。嗯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嗯，你他妈不就是个臭唱曲的吗？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徐五爷的厉害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老五，这可是我爹看上的角儿，说两句就完了。有火也别朝女人身上发呀，有账啊找你们徐家人算去。今天我看在我相好的份上，我饶了你。我可告诉你，这徐家包子你可不能再跟着瞎掺和了，以后再让我知道了，你可别怪我徐老五心狠手黑，我把你头发一根一根的全他妈揪下来。哼。少了少了啊！哥，热热热，小心啊！哎，今儿有的是，今儿这哥，哎，徐大爷，哎，来吧，给您，好嘞，哎哎，好，来来，哎，好，哎好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来喽，哎，接着，三盘包子，哎，来，慢着点，哎，来来，哎，徐大爷，我。来来来，吃啊！哎，不错啊，这味儿，包子还真不错。我说哥几个，咱这包子铺又重新开张了啊！好，这些日子啊，让大伙跟我一块儿担惊受怕的，我呀，谢谢大伙了啊！我谢谢了。今天呢，我高兴，我今天破破例，我陪大伙喝一杯。来来来，给徐大爷满上啊！哎，满上来，来，几位请啊！来来来，请，好，好，哎，四大哥，哎，再喝一杯啊！来来来，来来，我给你满上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喝一杯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不会喝，我真的不行，不会啊。不不不不，我从小到大呀，只要一沾酒就醉，我真的不行。来来，喝一杯，真的不行。来吧，来来来，来宋先生，来来来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，来来来，好啊，够热闹啊，来来。
热闹啊，好喜庆，够热闹。哎，徐老头，这两天没见了，你又回来了啊？怎么着？把你的狗不理包子拿出来，让我们哥儿几尝尝吧。啊，三爷，对不住啊，我们包子卖完了。嗯，大家吃完了就先回去吧。啊，好好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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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别人走了，你不能走。我们五爷要见你呢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放心，我不会走的。你不能走。老梆子，昨天那盆馅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啊。怎么不是你那狗不理的味儿呢？那我正活着半截的馅儿被你们抢走了。哼，老梆子，你还嘴硬啊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五爷说过了，这儿的东西什么都不给他留下，一件一件的都给我砸了。来好好吧你。怎么着？梁华，嗯，你们还看着干什么？一件都不给他留下，给我砸！砸！哎呀，你们别砸我东西呀！哎呀，哎，老梆子，你啊，你还挺横，来啊，我把他砸了！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别砸我东西！砸呀！别砸呀！不要砸我的东西啊！给我！我的是我的馅儿啊！你们不能砸我馅儿啊！不能！配你的吧！什么呀，拆房子让狗不理绝种。对对对，让他绝种。咋的？让他绝种快点。这什么气功啊，撞去撞去，快您怎么样？哎呦，徐大爷，
谢您，徐大爷，您没事吧？徐大爷，咱们走吧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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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贵呀！哎！哎呦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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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开！哎！躲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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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发不了。老棒子，你放着包子馅儿不传给我，你这回你成包子馅儿，馅儿包子。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老梆子，我让你不传。哎呦，徐掌柜，徐掌柜，老爷有令啊，让你马上回府，不得迟误，其他人全撤了。走走走走撤！走走走走，五爷，慢点，慢走慢走啊！哎，走走走走，哎，你没事吧，五爷？啊？哎呦，这屋里人，你们有谁有多少？啊！走过风尘路，至今千般苦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总是不停忙碌。多想来去自如，多想留些忙碌，有时清醒，有时糊涂，总是比较辛苦，什么也带不走，想祈求愿你那功名利禄保留一份执着到永久，什么也带不走，不必苦想祈求忘却那份恩爱，保留一份纯真保留一份执着到永久，什么也带不走，不必苦相求，忘却那份恩怨，保留一份纯真。